你这头发是你自己头发吗？对。有多少年没剪过？留了九年。九年啊，差不多十年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看有一个是什么？中韩荒诞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吧？对。我想看荒诞一点的。大家好，我本叫祝英台，父亲嫌我这名字不够洋气，给我改做朱丽叶。你们说这个名字好听吗？怎么没有掌声呢？凉风有幸，秋月无边。亏我梁山伯如此英俊的面容，却没有一个佳人相伴。窈窕淑女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。是您？莫非你就是八百年前盘丝洞出来的金睛姑娘？啊，我记错了吗？哦，你叫什么名字了？我叫小狐仙。哇，小狐仙，你狐狸尾巴真长啊！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样来见你的吗？哦，是怎么来的？嗯，今早上大奔看到了吗？没有，反正是我开的。那可不可以带我去兜风？珠江河畔，执女之手。虽然我今天的打扮比较中性，但是现在男扮女装、女扮男装都可以。今天就让我们两位穿裙子的一起去游珠江吧。山伯哥哥好像不是执女之手，是执子之手。那你是女的吗？我们就想表演一个两个人的一见钟情。你觉得见了钟了情了吗？钟情哦。钟情了。我觉得你中的有点缺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像上镜挺怪的。挺怪。我怀疑你刚你是不是在这边打扫的人？打扫的人应该没有我这么漂亮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可以下去了。啊，可以下去了。他偏在那边。哪儿没份儿，偏得走哪儿。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，虽然说不是很好看，但是还是很亲切的。现才九月，上千美女齐聚广州电视台，第十六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第一场海选，美人们争奇斗艳。